各位網民大家好，我是彩園選區二號候選人歐維剛。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或者是訴苦的呢，就是三號的候選人黃成志，他呢就選舉違規咯。他用了不是 A3 的 poster， 這樣呢現在呢那個 poster 呢就變得好像一個海報霸權一樣，就大到是出曬界的。咁我希望咧，阿黃議員佢身為立法會議員咧，就遵從選管會嘅指引，就用翻 A3。你就算用大少少都唔緊要，但係咧就唔好咧大到咧遮到咧人哋都冇得貼啦，就好似呢個海報咁樣，就真係好難容忍嘅，你明白？嗱，你可以睇到大家個頭都差唔多，跟住佢因為係海報霸權嘅關係咧，呢度咧。就冇辦法啦，咁樣咧就要遮少少，同埋你睇到咧呢個海報咧係窄咗個界嘅。咁各位網民，即係希望你哋用智慧同雪亮嘅眼睛，一個身為立法會嘅議員，去唔遵守選管會嘅指引，係用一個比 A3 更大嘅 poster， 咁你可以睇到佢係乜嘢嘅質素，乜嘢嘅料子。咁啊，我今日訴苦就係咁多，多謝各位。各位大家好，阿黃生咧係有 A3 嘅 poster， 咁佢我真係唔知點解佢印字唔同咧，就成日要用大嗰啲，即係唔係即係黃先生咧，阿黃議員咧唔係冇咯嚇，咁啊，所以有陣時我都唔知點解佢有陣時用大，有陣時用細，即係 consistency 咧一致性咧係有啲問題嘅。咁啊，呢樣咧係事實，咁我拍咗落嚟，咁啊俾你大家去判斷下，多謝各位。